这场婚礼办得太草率了，女儿的终身大事连个人都没有。最近，公司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当务之急是稳住公司的局面，哪还有时间去操办婚礼？我倒觉得，相比婚礼，刘青这个女婿算是选对了。 跨过火盆真吉祥，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跨过火盆真吉祥，夫妻福运又绵长。是跟你说了要接亲，已经提前了，省接亲的我给你省了。 中式婚礼，没想到你还挺传统。人家这样的氛围之下，我应该称呼你为娘子还是夫人？入完了洞房，我们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 宣布婚礼礼成，开灯，走，叫爸爸。 是全叔，全婶。全叔，全婶。剩下的都是爸爸的老战友们。叔叔们好。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先干为敬。公司还有会，我先走了。好好招待。婉晴。